这是位于海南保亭的榴莲园。海南保亭榴莲种植奋起，我们来一起看看农户们的成果吧。是老叶叔的，上次这个炭疽病还有这个早斑病导致的掉叶，你看现在全部抽新芽出来，一趟药全部抽新芽，看还没掉叶，基本上每个枝条都有花，每个枝条这两个可爱的双胞胎漂不漂亮，还有很多弟弟妹妹呀、满树的是花。